世尊在一切经里面常常叮咛嘱咐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如果我们把世尊这一句的教训真的做到了，你就能够福德圆满。这句话的意义很深很广啊！受持，受是接受啊。佛跟我们所说的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，真的明白了，真的相信，认真努力去学习，这叫受啊。我们真的接受过来了。持要有恒心，要有耐心，不是做一天两天，永远这样做下去，持之不失，不能够失掉啊！天天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一切众生看，这个就是自心瓦塔，这才能到圆满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这就是告诉我们入门下手的方便。受是什么？你进佛门，受三规呀，受五戒呀，戒受十善，戒受经教嘛。问题你有没有真的受？形式上受没用处啊，真的接受了，接受过来要当作宝贝呀。什么宝呢？这能帮助我了生死出三界，能帮助我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转凡为圣的宝物啊！我接受过来之后，我要知道保持啊，不能把它丢掉啊！怎么保持呢？念念相应，起心动念的念念与三规与觉真境相应，念念与五戒十善相应，念念与经教相应，这才行啊！这叫持。一切时一切处，无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起心动念的言语造作一定跟受持相应，真的做到了。现在人讲落实，真的落实了，这叫学佛。学佛最重要的依教奉行。佛在这49年讲经说法，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了，不晓得讲了不少遍啊。我们常常读诵经论呢，这个印象比什么都深刻。这是佛对我们初学同学的期望，我们不要辜负，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，一定要随顺佛陀教诲。佛陀的教诲就是在经典里说，我们不能离开经典，离开经典我们的妄想烦恼习气就现行，那就会走上岔路，误入歧途。这样的人自古以来很多，是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啊。所以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。什么原因？原因就在此地，要真干，天天读经，检点自己的过失。读经者就像照镜子，自己一天犯了些过失不知道啊，经一面一面对照对照的发现，这个地方佛教我们不能做的我今天没做，这个地方佛教我做的我今天没做到，毛病都照出来了。所以经是一面镜子，天天要拿来照啊，照到自己的毛病赶快把它改过来，那就管用了，这个就利益无边了。天天要读经，天天要听法，如果
有几天不听了，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都起现行，随顺烦恼习气决定堕落。烦恼习气大家都晓得，轮回心啊，烦恼习气做主，你所有一切思想见解言语行为都是造轮回业，将来的果报当然呢搞六道轮回嘛，这个错了。可是我们无始劫来一直到现在，天天就搞这些事情，从来没有觉悟过啊！你说这个事情多可怕呢？所以经不可不读，不能不听。现在讲经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我们所讲的都留下录像带，而且都在网络上传播，诸位同修随时随处都能够看到，都能够听到。要多听，要常听，决定不能间断。每一天听，听上个三年五年，你就会觉悟了。在佛家讲的开悟啊，你就会开悟，你就会明白了。佛在经论上常常叮咛着我们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演是什么？做到啊，落实啊。这个落实叫行道，一定要把佛的密钥啊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。现在人讲的理念观念，我们要把它做到。特别是我们将经中的经要浓缩成五个科目，少到不能再少了。敬业三福是一句，天天要反省，天天要检点，我做到没有？六合每一天都要认真去反省一次，我今天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我跟大众是不是和睦相处，要认真去检点呢？佛陀的教诲你真正能接受，受里头就包括着做到啊，包括有信有解有行，时时你保持，你不能失掉啊，天天要干呐、啊，把你所信的，把你所解的，完全变成你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这才叫受，我受教了，永远保持，不能够须臾离开啊，那叫持啊。还要为人演说，为人演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。演是你要表演给别人看，在在处处要给别人做个好样子。学佛是这样子，我真干，我真做，与经教相应，就是与自信相应，恒常的相应，长时间的相应，不知不觉了就进入，就熟了，熟透了啊，就不是有意去做的了，刻意去做了，自自然然，没有一样不相应，念念相应，行行相应，说话呢字字句句相应，到这个时候就恭喜你了，至少你是化身菩萨了。菩萨怎么成就的？常识熏成的，这我们常讲啊，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熏成的。我们要发心好学，每一天不离开圣贤的典籍，那你是每一天没有离开圣贤，每一天不离开经教，就每一天没有离开佛菩萨。你一定啊，天天读诵经典，天天呢学习经典。这个经典里面，你懂多少，你就学多少。天天学，决定不放松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佛家讲尽行受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。这个话说得好啊。
为人眼熟，眼熟我也做到，懂得多少我做多少，我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那叫眼。别人来问的时候，我给他解释叫说，你就晓得教化众生。佛家讲普度众生是以身教为第一，就是我们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言教是辅助，是其次，最重要是身教啊，所以才能够感动人，才能够帮助自己成就自己，帮助别人回头是岸啊，帮助别人破迷开悟啊。我们能够这样学，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。